11月9日，2019亚太区最美100张面孔出炉，前三分别为 Lisa、小樱花、Jennie、Angelababy、杨颖、林允儿、石原里美、古力娜扎、邓紫棋、杨幂、迪丽热巴等也榜上有名。杨幂、热巴都输给林允儿这位女团成员。非凡娱乐，实时报。